4点的时候，我站在同样的位置，我想的是这是我人生最精彩的结束。然后我今天开场躺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这是我非常非常荣幸的继续。叫真相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没有讲过的故事吧。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。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几封信在我的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，人海降落在今天晚上2018年了，你们仍然在听我唱歌，我们会一直爱下去，谢谢。